喂，Hello，咁多位早晨啊！即系我系唔能够相信咧，呢出戏系烂得几咁紧要。佢即系佢个烂嗰个程度咧，系远远超过咗即系我嘅预期之外咯，简直就系、是。因为咧一路以嚟咧，即系我同我老婆睇戏咁样啦，即系10次有9次咧，我都系开出戏，咁我即系同佢睇，咁但系咧即系我就会即系俾定个 warning 佢，即系话俾佢听咧，嗱，即系呢出戏咧，即系我相信应该都系烂嘅，不过即系我都想睇下咁样样，我系咁样，我咩戏都睇噶嘛，但系咧呢出咧就调转。即系我开嘅时候咧，我就同佢讲嗱，呢出戏咧应该系好睇嘅，不过咧就系即系一出，竟然系一出 zombie movie，咁但系应该系好睇嘅，即系你都陪我去睇，因为我系同佢讲系应该系好睇嘅，咁点知咧，即系我系估唔到呢出戏系咁样样咯，即系呢出戏咧嗰个嘅导演咧就系 Jim Jarmusch，咁咧佢就系一路以嚟佢系好多年以来咧，即系都系连续拍咗好多出好好嘅电影噶啦。咁咪就因为你都知道啦，即系我比分咧系好鬼手紧噶嘛，你知唔知啊？咁咧，但系咧，即系佢之前嗰出 Patterson 咧，即系我觉得系 A 咯，即系值得。即系嗰个咧，非但只系一出 A 片，我直头觉得嗰出咧系2016年咧，即系喺我心目中啦，即系我最中意嘅电影咯，即系年度电影嚟嘅嗰出系 Patterson。即系如果你冇睇过咧，即系我系非常之推介嗰出戏咧，系极度好睇，即系喺我心目中系神作咯。嗰一出戏系即系睇完嗰个人系好开心，系好好睇嘅一出电影嚟，即系我系非常之推介。咁所以咧，即系呢出咧，我系好有期待咯。我系因为咧，即系除咗系嗰个导演啦，咁又有Adam Driver 啦，即系都系 Patterson 个男主角啦。咁另外咧，竟然咧系一出丧尸片，即系我真系估唔到啊！因为咧，即系呢个人咧，即系佢系拍嗰啲小品啊，即系嗰类咁样样，即系讲啲人情味啊，即系嗰类咁样样嘅电影嚟嘅，好多时都系又或者即系讲下啲诗词歌赋啊嗰啲。咁点知咧呢出咧系 zombie movie 喎，咦，真系好神奇喎，系嘛？即系我系好想睇咯。咁同埋咧，即系佢嗰啲演员咧，即系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啊！即系佢嗰啲卡士，即系除咗 Adam Driver 有 Bill Murray 啊、Tilda Swinton 啊，佢里边系有好多好好嘅演员咯。喺其他电影里边咧，即系都系可以独当一面嘅演员嚟嘅。咁佢喺晒呢出戏，即系一个 ensemble cast 嚟嘅，可以话系。咁所以我系非常之即系好有期待咯。咁咧，佢呢出戏嗰个嘅故事咧，就系讲咧有一 pair 差佬，即系佢哋 partner 嚟嘅，三个啦，三个差佬啦。因为佢咧喺个小镇入边咧，其实就即系佢得三个警察，即系我相信咧，即系喺出戏里边，我净系见到有三个警察啦。咁咧就有一日咧，即系当佢哋喺出边巡逻嘅时候咧，就觉得咧，即系佢哋外边嗰个气氛啊。同埋咧，即系嗰个环境咧，即系个大自然嗰个环境咧，好似同平时有啲唔一样咁样样，即系有啲奇怪。咁然之后咧，即系佢喺新闻咧就听到话咧，即系有啲科学家咧，即系佢系话地球嗰个轴啊移咗啊，即系有啲问题啊咁样样啊。然之后咧就话就嚟冚球铲，但系冇人信嘅，冇人信嘅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即系好似又系讲嗰啲乜陨石撞地球嗰啲咁嘅嘅嘢。咁咧点知咧去到即系出戏继续发展咧，就开始咧就无啦啦咧。就有啲喪屍，有啲死咗嘅人咧，喺個墳墓裏邊爬翻出嚟，然之後咧，佢哋出咗嚟咧，係會咬人啦，又或者咧係會造成一啲嘅傷亡啊，咁樣樣嘅。咁咧就然之後出戲就係講呢幾個警察啊，同埋鎮上邊一啲嘅人，即係點樣面對即係一個即係喪屍襲地球一個咁樣樣嘅狀況咯。咁咧，佢即系呢出戏，我觉得系好难评，好难评价。首先，我讲个故事先，即系头先咧，我讲嗰个系佢个 setting，即系佢即系整体嗰一个嘅大纲嚟啊。咁咧，但系佢出戏做到尾咧，即系其实佢都冇更加多嘅内容啦。即系佢系，即系佢成出戏就系好似我头先讲咁样样。即系你系预期咧，即系佢会里边有多啲人啊，因为佢喺个镇里边。咁佢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，咁你会 expect 啊，即系嗰个人又点样样，呢个人又点样样，又或者讲下即系几个唔同嘅明星做嘅角色，佢哋之间会有个有趣嘅互动咁样样。
咁佢喺呢出戏里边咧，即系唔同嘅角色，当然佢哋会同对方系有啲嘅对话啦。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一啲无聊嘅对话，同埋唔系一啲有趣嘅 conversation， 即系去到尾咧，你会 feel 到咧，即系某一啲嘅角色咧，即系例如其中有个角色咧，即系佢系好熟睇电影嘅，又或者咧即系对漫画啊嗰啲咧系好有兴趣嘅。咁我觉得那个角色。当佢啱出嘅时候，我会觉得那个角色几好睇，即系我想睇多啲。咁点知咧，去到尾咧，佢系即系无啦啦就冇咗咁样样啊，系即系你会见到咧，系里边唔系话完全系所有嘢都系好闷、好平板，又唔系咁样样。有某一啲嘅个别角色咧，你会觉得啊，即系我想睇多啲，佢唔俾你睇。死得佢真系咁衰都有噶。冇得睇，跟住咧，然之后去到最后咧，佢个故事咧系即系差唔多系去到唔成立咁样样咯。即系佢唯一可以解决嘅方法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用一个即系你可以话一个轻挑嘅手法，又或者系即系佢讲到好似搞笑咁样样嘅手法去带过。即系尝试令观众去接受啊，即系呢出戏一出搞笑嘅戏，咁所以佢里边咧就会有啲唔正经嘅地方咁样样，咁但系系难以令人信服啦，即系我唔可以接受咯，即系佢去到某个位咧，甚至乎咧系即系打破第四道墙啊，即系啲角色咧系同嗰个嘅观众讲嘢啊咁样样，咁但系唔系特别好笑。呢个导演咧，即系佢拍啲戏咧系可以好笑嘅，即系例如 Patterson， 我觉得有好多位咧系几好笑嘅，即系我系觉得，即系有幽默感嘅呢一个人。咁但系呢出戏咧，佢反而咧即系佢又调转，佢系更加着迹去搞笑，但系就变咗系完全唔好笑。咁所以咧呢出戏咧，即系喺嗰个嘅故事嗰个情理上咧就唔 work。佢嘗試咧，即係搞有少少，即係一啲嘅漫畫化嘅通，咁啊令你可以接受咧，即係接受佢裏邊即係個邏輯唔係好順暢，咁但係唔 work 咯，係唔 work 咯，即係我係覺得，咁啊佢裏邊咧有個別嘅角色咧係相當之有趣，個 setting 係有趣，即係嗰個人嗰個性格好似係有趣，咁但係咧好可惜咧，即係佢哋全部。即系都系冇机会去表现啦，即系我系觉得，即系呢出戏里边咧，甚至乎咧，我唔中意 Selena Gomez 咁，但系咧喺呢出戏里边咧，即系佢个外形好似都几 sharp 咁样样，因为我见佢出嘅时候，我会想睇佢多啲，冇唔俾我睇，咁贱格都有嘅，真系啊！咁咧佢系佢某一啲嘅镜头咧几血腥嘅，即系佢系真系拍一出嘅丧尸片。咁有一啲嘅喪屍片咧，即係佢會有啲 social commentary 嘅，係咪？即係例如 George Romero 啊，佢好多嘅喪屍片其實係 social commentary 嚟嘅，即係用喪屍嚟到比喻一啲社會嘅現象咁樣樣，係咪？即係例如佢其中一出即係講即係嗰啲角色喺個 shopping mall 嗰度，係咪？即係佢即係其實係即係暗串嗰啲人咧，行 shopping mall 行到好似喪屍咁樣樣，係嘛？咁即係呢個 genre 入邊咧，其實係。是一个 social commentary 嚟嘅，好多戏。咁呢出咧，即系佢可能都有少少咁样样嘅野心，咁但系即系佢表达得唔好啦，亦都唔系表达得好，即系亦都冇用一啲表达得好嘅手法去到讲呢一个咁样样嘅故事咯。咁所以咧，即系我觉得系头头都唔到岸咯。我觉得，即系如果你当佢系一个嘅丧尸片咁样样，佢有一啲血腥嘅镜头。咁但系即系比起一啲真正好睇嘅丧尸片，咁系完全唔血腥咯，即系系嘛，即系你要当佢丧尸片，即系你会觉得妖都冇丧尸嘅，差唔多系佢有，但系即系唔多咯，根本上就系，同埋有嘅时候你会觉得嗰啲丧尸好入咯，即系因为佢系即系嗰啲旧款丧尸咧，行得好慢而唔识跑嗰一类咁样样咧，所以系丧尸片又唔得。OK， 咁你当佢一个小品嘅电影系嘛？咁小品电影嗰啲角色之间嗰啲 connection 就好紧要咯。咁呢出戏咧，佢又冇乏善可陈，竟然系嘛？即系呢个咧就系即系呢个导演最识拍嘅戏冇。OK，
咁咧，即系又或者咧，即系你系当佢一个笑片咧，系嘛？即系一个轻松戏谑嘅手法，去到讲丧尸末日咁样样，系咪？有啲戏系咁样样，系拍得好好噶嘛？系咪？即系例如《Shaun of the Dead》嗰啲咁样样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又唔好笑，吹胀啊！真系，即系我系难以想象，即系呢个导演系拍咗出咁样样嘅戏咯，系嘛？咁佢可能想试啲新嘢啊，各方面啊，咁即系佢试咗啦，唔 work，OK。我有个 friend 同我讲，佢鬼妹嚟嘅，佢同我讲，佢话佢去戏院睇，佢话佢睇嗰场戏，佢话睇住至少有六个人咧出戏未完走咗啊，知唔知啊？睇唔完啊！直头出戏，佢入场睇，佢亦都觉得好难。咁我即系亦都系非常之同意。Oh my god！ 即系我系非常之失望啦。即系本来我系极大期望啦。即系本来我系 well anyway。咁我俾呢出戏嘅评分咧，你都估到啊，系 D。我觉得咧就系真系 down 都费事，唔系讲笑。